首歌大家伙肯定听过吧，我现在要去见原唱啦。这里就是维维老师待会儿要录歌的棚了，可以看到里面的设备是相当的专业。哇！听到维维老师的声音了吗？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走。好，可以过。好。慢慢推出来就好了。今天上线了《金熊猫奖》主题曲《同行》，由中国内地女歌手维维和哈萨克斯坦歌手迪玛希主唱，他们将在9月20号晚的《金熊猫盛典》上共同演绎这首歌。转动的地球，你我都是主角，每一句歌词都太牛啦。这首歌的作词是著名策划人出海，作曲是艾美奖最佳音乐大奖获得者王宗贤。怎么样，牌面吧，请把好听二字打在公屏上。因为这个盛典，我们在乐器选择上呢，既有中国的传统乐器二胡啊、笛子啊、琵琶啊、古筝这种的，还有西方的交响乐，来一块来碰撞来演绎。没错，人类文明交流互鉴，世界人民携手同行，这也正是金熊猫奖想要向我们传递的主题吧。音乐听啦，合照拍啦，维维老师，我们成都见。